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64页，164页。从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，从第四行，金刚经云，从这看起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亦为即相离相。历尽虚妄之相，即见实相，故云即见如来。此指如来化身如来也。化身如来离一切相，故云实相无相。但非无化身，故云实相无不相。生灭之法了，全属虚妄，但生灭之中有个不生灭的诸法灭啊，诸生灭法是差别相，但差别之中呢，有个无差别的不生不灭，无有差别，即是平等相，故云实相乃平等一相也。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确实像底下一句所说的，实相一身啊，这个意思很深，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明白，就能够听得懂。那么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，若见诸法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那么这个是指的化身如来。我们有一点参考资料。化身如来，这是术语啊，从佛学大字典记录下来的啊。化身虽无去来，而以隐没之如来藏显现为化身，名曰如来。化身确实没有去来啊，首先要知道化身是什么。化身是自性，自性遍法界虚空界，为一切法的本体。这叫化身如来，也就是净土宗所说的常寂光。常寂光就是化身如来，常是永恒不变，即是清净即灭，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寂啊，光是遍照的意思啊，像一盏灯光照满这一个房间，灯光在什么地方，这个房间里头无处不在啊。而我们自信
是照遍虚空法界，不但照现在，照过去，照未来。也就是说，在常寂光里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就是没有四方四维上下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无处不在，它无时不在，所以它没有去来。啊，但是呢，它有隐没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它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什么现象都没有，它能生一切现象，能现一切现象。不现的时候叫隐没，现象的时候，显现的时候叫发生，不现的时候叫如来藏。藏什么？藏在里头，如来藏在里头。真的很不好懂啊。啊，慧能大师见到了，他说出来了。隐没的时候，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这个本自具足就是隐没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幕后说了一句话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它显现的时候就是万法，万法是整个宇宙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除设法界之外，还有设法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啊，种种庄严，它统统能现。这叫如来，这叫法身。啊，那么佛经上说的这几句话，用现在的术语来说，这是高深的哲学，高深的科学，也可以说是哲学跟科学达到最极究竟圆满。佛在3000年前说出来。啊，现代的量子力学家，这最近30年，科学发展所得到的，是法身的边缘。啊，真正的实相，就真相。科学家还是没见到，已经接近了。啊，阿赖耶识的三细相，逐渐逐渐的明朗。阿赖耶是隐没，实际上隐没是佛经祖师用的这些术语。
是因为他太微细了。隐摩对谁说呢？对一般凡夫说的。啊，你跟他们讲，他们不能理解，他们有这个概念，但他确实是事实。啊，三西相，物质现象，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完全揭穿了宇宙的奥秘，这个奥秘揭穿了。啊，科学家完全明白了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根据他们的研究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这一句话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完全相同。跟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“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”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这些话是佛3000年前讲的，今天科学家说法完全相同，只是说根据他们的研究，啊，宇宙之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啊，佛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从甚深禅定当中见到的。禅定当中有境界，那是实相。定中所见到的是实相。啊，宇宙的起源，万物的起源，啊，我的起源，我们不说人类，是我自己，我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佛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你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根源，这是今天科学跟哲学研究的对象，啊，追踪的问题，啊，物质没有了，物质是什么？啊，物质是念头、意念波动产生出来的幻想。佛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啊，凡所有相，这个相是指物质现象，皆是虚妄。那么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，那念头是什么？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正确的答案。啊，科学的发现就是念头是突然发生的，没有原因，而且一发生呢，立刻就消失掉了。啊，速度非常快。啊，那么这个说法，佛在楞严会上讲过，
佛说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这念头这个现象，我们一般称为精神现象。啊，心理现象，这属于心理，它不属于物质。啊，物质是从它变现出来的。这个现象从哪来的？科学家不知道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它能转变成物质，它是从业相来的，阿赖耶的业相。啊，业相是最初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念不觉。也叫做无明，啊，一念不觉是业相。那么现在科学称它做能量，啊，那能量从哪里来的？能量是自信里的本有的，慧能大师是一句话统统包括了。就是本自具足，具足能量，具足三种现象，叫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，啊，统统具足啊。所以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归纳起来，科学家归纳这三种现象，就是能量、啊、信息，信息是转向、啊、再就是物质，不外乎这三大类。啊，那么这三大类称之为法身。一切法依他而起。啊，这称为法身呢。啊，是法身真的没有去来，是以隐没的如来藏显现为法身，这叫如来。如是真如，来是什么？现象的，我们六根能够接触得到了。那么这是法身如来啊，佛学词汇里面也讲三身，法身如来、报身如来、应身如来啊，诸法如如不变的真理，这叫法身如来。法身是离体，没有离哪来的事，事是依离而发生的，那么这种不变的真理和行者的智慧呀，融会在一起，成妙功德，这叫做报身如来。那报身是什么？报身是自性本具的智慧，啊，显现在一个人的身上，
这个人充满了智慧，就称他为报身如来。报身是智慧身，化身是自性，以性为身，没有现象，是一片光明。所以等觉菩萨破最后一品无明习气，成为妙觉，回归自信，回归常寂光，他身体没有了，完全融入寂光了。比如说他这盏灯亮了，亮的时候他的光跟所有一切诸佛的光融成一体，虽然融成一体，你决定不能分，没办法分，分这个地方的光是哪一盏灯的光，你分不开。可是个人还是个人的，你可以像我们灯光，我们熄掉一盏灯，这个灯光就没有了。灯光打开的时候，光光护照你找不到哪一个是它的光，但是一熄掉就知道了。这盏灯光没有了，你打开的时候，这个灯光就跟其他的灯光融成一体了，所以佛没有身相，化身佛没有身相，化身佛的真相就是一片光明，这个光明我们肉眼看不见，现在科学告诉我们，我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乃至于意，这个能力是有限的。特别是物质现象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前头这五根，我们眼能见亮，要有光才能看见，没有光就看不见。我们能够看到的光是非常最小的一个波动现象，比这个光波长我们见不到，比这个光波短也见不到，所以我们眼看不到东西太多了，只看到这一点点的波动现象，那现在我们用仪器侦测到的，像 X 光、紫外光，肉眼看不到，用仪器侦测看到了。紫外线在夜晚，紫外线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在紫外线的仪器里的显示的，跟白天没有两样，你看得很清楚。现在军事上用它，所以夜晚战争的时候，跟白天一样。X 光把它用在医疗方面，能够透视。那我们眼的本能应该是没有障碍。宇宙之间任何一种波动现象，我们通通能看见。这叫什么？恢复本能。音声也如是。我们的耳根现在能接受的音波也是有限的。你看无线电，比这个波长的我们听不见。短波听不见，必须用收音机，用这个机器把它转变成我们能听到的音波，我们才听得见。我们的音声用无线电把它变成短波播出去，
那边接收过去，接收到了之后，再把它还原，我们就听见了。啊，电视跟这个无线电的原理就这个。我们今天发现的并不多啊，不是全宇宙啊，全宇宙太多，太复杂了。啊，那么这些诸佛菩萨就是这些修行人，他们是人，他们不是神，他们也不是仙人，他们是人，跟我们一样。啊，只是他们呢，能够把障碍除掉，恢复正常，所以佛菩萨。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，他是正常人，我们是不正常的人。啊，他正常人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障碍在哪里呢？在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啊，也叫做烦恼。啊，众生呢，有这三样东西，所以你的智慧、你的道理你的神通都不能发现。啊，如果这三样东西你放下了，他说你跟我一样，我们两个毫无差别。啊，佛说，你只要能放下执着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。你的能力恢复一半，不到一半，叫三分之一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，你都能看到。啊，你不但有天眼，你比天人能力高，天人看不到的，你也能看到。那就是你有法眼。啊，或者叫慧眼，这两个名词互相颠倒用的时候，经上都有根据。啊，你再能提升一级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也没有了，大概你就能力恢复一半了，你是菩萨。菩萨有法眼，有慧眼，有天眼。啊，还是这一只眼，也就是说，他能看到光波的能量比我们强的太多了。啊，我们这个频率跟我们不相应的看不到，他频率不跟我们不相，他却能看到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就全看到了，整个宇宙都看到了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有限有限的，啊，局限在这么一点点的。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都不止啊！那学佛为什么？为恢复我们的本能啊！本能恢复。我们坐着不动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全知道。为什么？没有空间，就是没有距离。
啊，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几百光年的世界，甚至几千光年的星球，那太远太远了。恢复能力的人，看这个星球就在眼前。啊，千百光年变成一刹那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告诉你，宇宙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是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把本能统统丧失掉了。一天到晚还是在胡思乱想，这是我们的大病呢，不是我们的智慧。智慧不要起心动念的，啊，而且办的事情都办得非常圆满，美好到极处。不会产生丝毫副作用。啊，我们认为怎么想，想的再怎么好，都会出纰漏。那什么原因？你没有见到事实真相。啊，你所想的、所做的，跟事实真相不相应。啊，像大夫头痛医头，要脚痛医脚，不知道病源在哪里，他没有从根本治疗。啊，中国的医学跟外国这些是不一样。啊，发病的地方跟那个病源往往是有很大的距离。治病在哪里？要从根治，从源头治，这样的病自然就好了。啊，你在发病这块你治疗，那是治不好的。啊，宇宙也如是啊，根源是什么？根源是自信的。只要把自信找到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。啊，源头在哪里呢？源头在自己身上，不在别的地方。只要把分这个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放得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就是妙觉如来，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那么你的身就真叫报身。为什么？智慧开了嘛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明心见性是智慧开了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，也就是你三种烦恼真放下了。啊，心里头没有一个念头生，那叫正念。正念是什么？正念是无念，有念都不正。那佛教给我们种种方法，佛教的全是方便法。真实法说不出来，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，怎么教你？用方便诱导你自己误入真实，所以成佛是谁帮你成的？自己成的。啊，佛能帮助人成佛，佛很慈悲，我们就不要修行了，都帮助我们成佛了，
做不到。迷是你自己迷的，悟还是得你自己悟。啊，觉悟的人巧妙的方法很多。那问题呢？问题在我们这边，不在他那边。我们这边肯不肯接受，肯不肯相信？啊，头一个就是相信。你真正相信，真正接受，那个方法就很有效。你对他怀疑，你不能完全接受，还得用自己的方法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你的路还很远很远。啊，如果你真正能相信，真正能接受，那你成佛的路很近。啊，所以佛法对这个信特别重视啊。我们前面花了十几个小时啊，讲信啊。啊，佛法是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难信之法。那净宗呢，是佛法里头的难信之法。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呐！啊，无论什么人遇到了，所以成不成的关键不在佛，不在法，完全在自己。啊，自己里面确确实实最严重的大障碍。就是放不下。啊，这一关要不能破，我们这一生所修学的，只是把自己善根里头增加了一些。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还继续去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这一进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得来，这是真的，因为自己完全做不了主，随着习气，随着烦恼去流转。我们接着看底下这文，正得此真理，随机应化，甚用无穷啊，名应身如来。应身如来，释迦牟尼佛所现的身，应身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现的身是报身。报身智慧之身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皆是报身。怎么知道？四十八愿书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阿惟越智菩萨是报身，不是愿身。你就知道净宗难信了。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不地凡夫啊，一下就到了报身啊。这还得了吗？这不得了。真真不可思议。
男女老少，贤与不肖，各行各业，乃至于造作无逆事物，毁谤正法，只要临终之前能够认错，能够忏悔，统统得生。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极乐世界是真正清净平等法，啊，是让一切众生真正回归自信的大法。啊，回归自信之后，设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有缘众生，他们发出的信息，这个信息是不中断的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1600兆分之1秒这种波动，啊，念头才动，就周边法界，啊，它的现象出生无尽，所以这一些。报身如来，法身如来，全都知道。啊，知道怎么样呢？知道他会现身，就是现应身、应化身。应化身从哪里来啊？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没有去来。啊，任何一切法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这个现象我们从摄影机里面体会到的。啊，摄影机现在的摄影机速度太快了，我们不太容易体会。啊，20年前，这些电影用胶卷的，这是非常明显，很容易体会到。啊，体会到是什么？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我们能体会到。这个玩意儿，我们年轻时候玩过这个东西，所以对他认识很清楚。啊，全是幻灯片呢、啊！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照相，喜欢用幻灯片。为什么幻灯片照下来打在荧幕，大家可以一起看？那这小张小张翻起来真是麻烦啊！所以我过去照的幻灯片有几千张啊，一盒一盒的，我有十几盒啊。那么这个电影这个道理，就是幻灯片把它连续起来啊，快速度来这个。放映的时候，你看到就好像是动活动的了，就叫动画，动画就从这来的。啊，1秒钟24张，一般动画大概18张。嗯，这个拍的是24张。啊，1秒钟24张啊，你就能看出
很清楚地看出这个画面内容。那么如果这个幻灯片我们只用一张，其他的统统都没有，把它抹干净，只留一张，在放映机里面去找，去荧幕上放映。放映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荧幕上亮了一下，里面是什么？没看到。24分之1秒，你感觉到，是感觉到了。有一个现象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。24张重叠在一起，11秒钟，你看到了，哦，这内容是什么？你就看清楚了。一张看不清楚。那么现在你得想一想，就在我们眼前的，我们看到的人事物，我们看到的。就跟这个道理完全一样，1秒钟1600兆，你知道它是假的吗？你把它当真了。我们两个面对面坐在此地，1秒钟产生了1600兆的变化，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，这叫无明。啊，明是明白无明，你根本就不明白事实真相。我们所对的一切是人事物，啊，山河大地、虚空界、法界，通通都是1600兆分之1秒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这个话要多讲，最好每天重复几遍。为什么我们没有留意到？常常听，常常讲，常常重复，我们注意到了。注意到之后，以后肯定这是事实，咱们就放下了。啊，就跟大般若经，我看大般若经总结了，提了4句话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这个时候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决定往生。决定见佛，对，用什么心念佛了？要用这个心念，这什么？这觉悟了。现在念佛都是用迷惑颠倒的心，都是用无明的心，所以不能说没有效果，效果不大。你对往生没信心，没把握，是因为你不知道事实真相。科学家知道事实真相，起心动念分别执都没放下，所以他得不到真正受用。啊，他要能够把这些放下了，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都放下了，他就成佛了，他就成法身菩萨。很简单的，不难的。啊，譬如这些量子学家知道物质是假的，对物质能放下，不再贪这个贪念，不再据为己有了。为什么自己身体是物质现象？啊，物质现象不可得，身体这个现象也不可得。
这个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，只有看破的人才会真正放下，没有放下的人你就完全肯定他，他没有看破啊。没有看破的是凡夫，看破的是菩萨。啊，大臣比小臣聪明。大臣智慧比小臣高。看破的人，他肯定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。啊，所以三种周边最后一种含容空有，这绝对道理嘛。你不能用平等心对一切众生，没看破啊。你那个自性，我常常讲自性的核心，自信的中心是什么？大慈大悲。我们中国人讲亲爱啊，一切宗教里面都讲的爱心，那是我们自信的核心，这个爱就流出来了，这是真的爱，这不是假的啊，这是亲近的爱心，平等的爱心。啊，像母子，母亲对她的婴儿，啊，生下来这个婴儿，啊，260时钟那个关怀照顾无微不至，啊，用那种爱心爱一切众生。爱一切万物啊，这个我们能体会得到，这是什么？菩萨。菩萨之伟大就在这个地方，没有一点点私心啊，有一点点私心他没觉悟，他是凡夫，凡夫的爱啊，到究竟的这四种缘里头，叫众生缘慈悲，也就是一般读书人所说的凡是人皆具爱，他就到此地。人之外还有天地万物啊，啊，还有小动物啊，蚊虫蚂蚁啊，花草树木啊，啊，山河大地，这都不包括里头。菩萨全包括在里头。啊，为什么？全是自性变现的，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。自性是自己的真心，全是自己真心流露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自己，你怎么对待？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，
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心得完全相应。啊，应身如来是来帮助众生，帮助什么？离苦得乐。这是佛陀出现在世间，他的目的就是，啊，他的用心就是如此。用什么理论能够达到帮助众生离苦的路？啊，他所用的是破迷开悟，是用这个原理。因为苦从哪里来的？迷来的。你对事实不真相，真相不了解，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全错了，错了你自己不知道，你认为你很正确。明眼人看得清楚啊，明眼上没有迷惑的人看得清楚，迷惑的人看不清楚啊，所以破迷开悟，自然就离苦的路。迷破了，苦就离开了；悟开了，乐就得到了。啊，要用什么样的手段？完成这个理论，达到目标，就是教学。所以，一切诸佛菩萨都从事于教学工作。啊，我们提出了十个教学为先，就是说明这种事情。啊，所以教学的人，啊，现在人不尊重老师。古时候教学的人，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，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不尊敬。啊，第一个尊敬的，就是帝王。帝王尊敬教学的人，尊敬老师，国家一定大治。为什么？人人都被他教好了，他不要操心。他要不尊重教学的人，这个国家国民没有受过教育，将来一定大乱，社会大乱。啊，人民是教得好的，啊，不尊重老师，不中道，那就不没用处啊，一定准时中道啊！啊，我教了一辈子，不希望别人尊重我，我快要走了。快到90的人了，快走了。我把这些事实真相啊留给大家，让大家晓得。你们要想社会大治，啊，安定和谐，只有一个方法：尊重老师。啊，对从事教育的人，从事
幼儿园教育的老师，我们都要非常非常尊重他，他的功德绝不亚于大学教授。为什么？他在那里培养扎根，那个苗要搞不好的话，他大学毕业没用处啊。所以中国人敬师，不是敬成就我的这个老师。你说从前人考试考中状元了啊，第一个回家去拜祖宗，第二个就去谢老师。谢老师，谢哪个老师？启蒙的老师啊，就是他5、6岁的时候上学了，启蒙的那第一个老师，拜那个老师，不是拜以后的。因为你，所以中国人讲究根源呐。启蒙老师是我的根呐，是我的源头啊。啊，先入为主啊，那个头要是错了，有了问题的时候，这就一错到底。啊，真有道理。啊，不是太学里的找老师啊，是启蒙的老师。啊，后头这有个总结，法身如来是体，报身如来是相，相是智慧。啊，体就是常寂光。啊，应身如来是其用。啊，他的大用无边的，没有边界。哪里有人需要的话，他就现身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应该给他说什么法，就说什么法。全是当即感应。啊，如来有没有起心动念呢？没有。现身没有起心动念，说法没有起心动念，所有一切造作通通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他起心有起心动念，不叫如来了，那就是业力来的。啊，不叫如来，所以一而成三。三二三界是一啊，三身是一体这个解释解释得好啊，底下接着讲法身啊，三藏法术里头解释的如来发心正常，湛然清净，周边法界，这就发生。啊，就是经中所说的常寂光。啊，佛以法为身，清净如虚空，是名法身。就法身是一体的，法身是共同的。啊，佛经上把法身比如大海，啊，报身比如江河，应身比如小溪支流，通通都流入大海。没流入大海之前有分别，流入大海之后没有分别。啊，佛学大辞典里也有解释，佛之真身，其色名性相，啊，就是解释这个名词，
啊，体性样子啊，这些性相两宗啊，解释不一样啊，意思不相同。先说相宗，相宗居唯识论，成唯识论，发生由总相发生，与别相发生两种。兼离智而法，于经光明之如如。这个如如是真如之理，皆如如智，真如妙智，未为法身之一统。啊，如如之理，如如妙智，啊，都有法身的意思，是以所证之真如。与能照之真确，真确就是如如妙智，未发生。啊，真如之理，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。啊，真心本性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这个知道就是自觉，自心觉。自觉不是从外来的，是从内证。啊，所以从外面你决定得不到，所以佛法称为内学，佛经称为内典，它向内不向外。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，啊，一般人这个耳朵作用是什么？听外面声音。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是相反的，他不听外面的，他听里面的。啊，一般人的眼睛看外面的，菩萨的眼睛向内看。内看就看见性。向内闻就是闻性啊，闻闻性，见见性，这就叫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教光法师住的时候楞严经，他就特别强调六根根性，主张事业时用根，讲的没错。佛在楞严会上是这么讲的，但是没人能做到。啊，什么人能做到呢？法身菩萨，不是法身菩萨没分。啊，天台家住这个楞严经，著述很多，完全用天台宗的三支三观来解释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方法，舍摩他、三摩、禅挪。啊，那是我们能用得上的。
因为它是用的实，不是用的根。啊，也就是天台所讲的意识浅，教光误入的那个意识深。啊，深的切理不切机，浅的切机不切理。啊，问题不在经教，问题还是在放下。放下就能明心见性。啊，不能放下，舍是用根是决定做不到。啊，这是学经教的人不可以不知道啊。总而言之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八万四千，门门都离不开看破放下这个最高指导的原则。啊，这是我们永远怀念张家大师。那我们第一天见面，他教给我的。那个时候教给我，我并没有完全懂啊。啊，这个60年的学习，体会到这种教学的密意、深意。啊，你只要真正用得用上了，它真有受用啊！啊，那么这后头这一句说得很清楚，所证的真如，能照的真觉，这都是法身。以三身言之呢，则自性身与自受用报身呢，至二身呢合尽。说以此意设之呢，则化身为理智显现，有为智，智是有为的，无为的是理。一切功德法体性之所依，这叫法身。又成就庄严一切功德法，故言法身。这是解释的总相法身啊。这发生的总相，那还有个别相发生啊，别相发生呢，就三身当中的自性身，这叫发生。唯唯清净法界之真如，此真如为佛的自性，故名自性身。又此真如具真常之功德，啊，真是不忘，常是不改变，啊，那就是为法，为一切有为无为功德法之所依，所以也叫做法身，为不得已。成就庄严功德法啊，故名为法身。为什么？以此法了，唯为理智法身，不含设有为功德，就是智的法身。那么别相法身是把有为跟无为分开。
啊，二乘自性是法身，啊，无为法身，啊，能见自性的这个理，啊，也能叫他做法身，但是不能说他是成就庄严功德法。啊，为什么？庄严功德法是自性里的本具的，啊，还是慧能大师开悟的五句话讲得圆满，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他这一句完全包含了，这里讲的总别意思，统统都有。啊，性是本体，智慧是作用，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从外头学来的，智慧是自性本具的，相好也是自己本具的，都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所以不含摄有为功德。这个说法也能说得通，有他这个见解。那么若以性宗之意呢，则真如之理性有真实觉知之相，离之不二，与真如之无为同，真之有为。这就是心相两宗看法不同，相宗是把它分开了，分成两桩事情，性宗把它合成一桩事情。如如之理，如如之知，都是真如。啊，真如是无为，真知也是无为，这性相不二。真如就是法性，真知也是法性，此离之不二，法性之隐谓之如来藏。啊，隐的不显。啊，好像如来藏在里头，叫如来藏。啊，那么真如就是法性，真知也是法性。离智不二法性之隐，就叫如来藏，即实知实觉之功，显其法性，谓之法身。即言以法性成身，所以称为法身。啊，那么这个法身就是修得的了。要累积实觉之功，这个累积很有意思，即为什么一念觉有，一刹那觉有，但是第二刹那又迷了。啊，所以他不能够念念相续，念念相续就成功了。啊，所以菩萨他有即实觉之功。我们这个实觉有时候像昙花一现，啊，一下又无处，但是念头一转又迷了。
不得其用啊！啊，一念觉，可贵的是念念觉。这有方法吗？有。古大德教给我们的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那个熏修就是己。啊，但是要一门，多门就不行了，多门你分心了。啊，什么时候能看到效果呢？一般10年。啊，2个人来做实验，这一般广修多闻，那一般一门深入。10年之后，两个下一比较就知道了。那个一门深入的时候，有真实功夫。啊，虽然没有学过的东西，他一听就明白，一看他就懂得。啊，20年学很多的人他不行，他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这就是一个走广修多闻呢，一个走戒定慧三学的路。他一门，他心是定的，他不乱，他不杂。啊，他对于一切问题不用思索，他能解释。因为理是一个，粗略旁通啊。只要心清净，你就能做到。啊，心不清净做不到。所以一门深入，如其说是叫他去学一部经，不如叫他用这一部经去修戒定慧。这个意思更精确。啊，他的目的不是在熟读这一部经，是用这部经修定。为什么？不读经，心就胡思乱想，就有杂念。用这个方法，把心里的妄想杂念打掉。啊，修习10年，他定成就了，三昧现前，智慧就开了。那个作用比念广修多闻10年不知道要高多少倍。这个秘诀只有佛法知道。啊，古印度宗教学派的都知道。啊，现在人不知道。什么都想学，认为学的越多越好啊！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所以这个里头是即实觉之功，显其法性。这个两句好啊，啊，以法性成身，那就可以称它为法身；或言以法性显现之有为无为，一切功德法成就庄严之身，这也能称为法身。法华玄义第七卷说，本有四德，常乐我净，隐明如来藏，
修成四德行，名为法身。那这是以常乐我净为法身，这个说法也非常好啊，天台家所说的。因为常乐我净呢，是性德，自性里头本有的啊，常是永恒不变。乐对面是苦，永远没有苦，就叫做乐。啊，离苦就是乐啊！啊，永远没有苦。啊，以身体来说，法身，我们讲法性身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得的是什么身？是法性身。这个法性身，要感恩阿弥陀佛，他帮助我们的。他要不帮助我们，我们是业报身。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？他用莲花。莲花的因是弥陀本愿功德成就的，但是要有缘，缘呢是往生的这个人，他念佛，他信愿持名，啊，他真干，这个缘就让这个莲花长大，啊，长多大，在他信愿持名功夫的前身。功夫越深，花越大，花越美。所以，因是弥陀本愿，缘是行者功夫啊，心愿持名的功夫。往生的时候，佛是拿到这一朵莲花，这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啊，来接引你。你坐在莲花里面，莲花合起来，带你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莲花合起来，这个时候，你就在莲花里头产生变化，随便，就像蚕在茧里面变成蝴蝶了，它飞出来，它不是，它能飞了，长翅膀了。我们在莲花里面，这个肉身就变成了法性身。到极乐世界，这花一开，我们的身是报身。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阿弥陀佛对我们恩德多大，我们要修转八识成四智才能到这个地步，不必转八识成四智，自自然然阿弥陀佛就帮助我们转过来了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身是法性身，土是法性土，法性身不需要饮食，啊，法性身没有八苦，没有三苦，离苦得乐啊！啊，到极乐世界是没有生老病死啊，化身。莲花化身了，
化的是法性身呐、啊，跟此地讲的法身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法身不需要睡眠，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，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，极乐世界的光明不依靠太阳、月亮，不依靠外界的，自身都放光，啊，身体放光。宫殿放光，树木花草放光，山河大地放光，光明世界啊，光如火啊，不冷不热，你感到非常舒适啊，这叫真正离苦的路，在极乐世界修行是没有中断的啊！阿弥陀佛在讲堂一坐就是无量劫，没动啊！我们在那听经也没动啊！啊，在我们座位上一坐也是无量劫，哎，能办事，什么事都能办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应化身，我们的报身在阿弥陀佛面前，我们到外面去办事，应化身去的，能分身，能分无量无边身，办什么事呢？就供佛。修福啊！啊，十方世界就供养佛。啊，听佛说法，开智慧。啊，每个佛讲的法不一样啊，都听呢、啊，同时接受啊。所以在极乐世界修行一天，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比不上。你说你一天修多大的福报？修多大的智慧？所以他能成佛容易，进讲堂离开讲堂就成佛了，就毕业了。没有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还不行，还在讲堂里头啊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，毕业了，入常寂光了啊！入常寂光有没有休息？没有，也是变法界虚空界以应化身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的路。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真正的大自在啊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破迷开悟啊，破迷开悟的方法就是教学所以菩萨的实现全是应化，啊，这个常乐我净这四个字好啊，真有啊，现在这四个字都没有了，常变成无常，我们有生死有无常啊，1600兆的频率在波动，无常啊，自信真常，没有波动现象，
啊，没有苦，我是自在的意思，主宰的意思，啊，自己真能做得了主，真的大自在。我们现在有我这个假名，没有真实意思，我们不自在，我们做不了主。啊，净是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这四个字不现了，变质了，变成无常，变成苦。啊，这净变成染污，啊，我变成了执着，这叫如来藏。啊，修成是得显，这就是转八识成四智，这叫法身。对，到极乐世界全都是法身。大乘一章十八说，言法身者，即有两义，第一个是显本法性，以成其身叫法身。第二个意思，以一切诸功德法而成身，这叫法身。啊，前面是自受用的法身，后面这个是他受用的法身。我们把这一段呢，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我们看下面一段：实相一身，若明实相，即为悟大乘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实相是什么？宇宙万有的真相。叫实相，啊，宇宙万有的真实相。你要明了宇宙万有的真实相，这就是悟如大乘之理了。啊，大乘的理就是实相。下面用比喻来说明，啊，自以喻明，譬如以金，用黄金制作塔，制作像，佛像、菩萨像，把它制作瓶，制作碗，制作串，制作环。过显差别之相，这些相都不一样啊，啊，都不相同啊。串跟环是相似的，环就是手镯，啊，串呢是戴在手臂上的，戴在这臂上成串。啊，在这个地方戴在这儿成手镯。啊，我们看到很多佛像的时候，手臂上这串。啊，那么体都是金。你从相上看有差别。唐将重器，重入耶罗，复化为金，云有诸相，尽皆消灭。但过气本体之精啊，仍如旧也。这就说明相是假的，性是真的。啊，用金
来比作性，用相来比作这些差别。一切万法，万法的相不一样，万法的性相同。啊，说可见过去差别之相有生有灭，这是虚妄的。但过去本体之今平等一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以上经比喻真实平等的实相啊，这里我们要冷静微细去观察整个宇宙都是从这个实相变现出来的，实相无相，它不是这一切相，实相无不相，它能变出这些相啊，而且变呢，便是没有限制的，因为它没有限，也就是说它没有起心动念，它没有分别，它没有执着，所以它的现象全是缘，随着缘变化。缘是什么？缘是众生心心啊，众生的心是念头，众生的行是造作，完全随着缘，随善缘也随恶缘，通通都随缘啊，善缘恶缘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我们把环境做成佛像、菩萨像、人像，这是善缘；把它做成鬼的像、地狱像、毒蛇猛兽像，这是恶的缘，它通通能随，但是它通通都不是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佛陀的教育是以明心见性为第一义。啊，他真正的目的是在此地，是教你见到一切万事万物的本相、本质。啊，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，我学《望经环严观》的时候，对畜生无尽用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，想不通啊，怎么会出生无尽，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啊，以后忽然想起小时候玩的万花筒，哎，万花筒不就是出生无尽吗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小时候玩万花筒自己造做的，没有现在这么漂亮，自己做的。啊，找纸卷成筒，厚纸，或者找竹筒、竹子，用竹子把前后两节锯掉，做万花筒，里面放三个玻璃片，三角形。啊，放一些碎的纸片，不同颜色的，你转起来就看到了。啊，真的出生无尽呢、啊，这个出生缘尽是自然现象，不是人为的。
啊，只要你转动它，所以自心就像个万花筒一样。啊，什么东西转动它的念头、行为，我们的念头、我们的造作在转动它，它就产生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的变化。啊，但是你要晓得，一切变化全是假的。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不动就见到真相，动就见到妄想。啊，如何能见到？只有一个方法，清净心。随着你清净心的程度，你看到的光霞境界不相同。心愈清净，见的那个能量越大越深。啊，深到极处，中国古人所说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你真看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底下是有上欲可明，上面比喻可以治明了。若看破诸精气，他了相啊、平啊、丸啊、串啊、环啊等虚妄差别之相，你就见到诸气中平等真实之境，他全是清楚。你看到心就见心了，你着了相了，你就见不到心了。我们今天看一切法全着相了，眼见的色相，耳听的声相，鼻对的是香的相，舌根对的是味的相，酸甜苦辣咸，身体接触的是粗之相，全着了相啊！你要知道这个相全是假的，他的心平等一如，平等一如是什么呢？无相。这个无相呢？不是空无，不是什么都无，有缘才能现象。啊，如果你要见到空无呢，那不是自性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人见到这个，专修这个，修错了，以为这个就见性了。那叫无想定，他的果报是无想天，在第四禅。啊，功夫也算不错，到第四禅了。啊，他误会，以为那就是究竟涅槃。啊，所以修定的人呢，一定要知道，定不是没有境界，没有境界那个定是无想定，啊，什么都不想了。袁了凡修的就是那个什么都不想，啊，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。那是无想定，那是错了。啊，那个他没有办法破无明。所以佛门的禅定是定慧等学。定中有境界，不是死定。啊，在境界里的练什么？练不动心。
这是真正的禅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包括净土法门，全都是禅定。啊，离开戒定慧，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净宗就是用一句佛号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全把它变成一句阿弥陀佛。外面清清楚楚，里头如如不动，这叫念佛三昧。这里头就是戒定慧通通具足。戒是什么？守规矩，规矩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心里头把一切妄念妄想记忆啊，善的记忆不善的记忆统统放下，这叫持戒。啊，不许可把外头东西搬到心里来，要让心清净，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只有一句佛号，这叫持戒。啊，时间久了自然得定。为什么呢？在一切外境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叫定。不是叫你不看不听，不是的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佛的定；不分别，菩萨的定；不执着，阿罗汉的定。啊，定功有等次的。啊，只要得到这个定功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贪嗔痴慢疑。啊，没有一切执着，就是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支配的念头，这三种佛法称之为欲望。这三样没有就你欲望断掉了，啊，你的三昧就能成就。三昧成就之后，不定什么时候就大彻大悟，就见性。啊，一定得要功夫深。啊，所以宗门老师对学生的测验，常用一句话了：你会吗？这会用心吗？会用心的人，统统都能成就，那就是佛法。不会，我见色闻声起执着，想占有，啊，想控制，有贪嗔痴慢疑，这就不会。你错用了心，用什么心呢？轮回心。这些是轮回心。用的善，啊，多分替别人想，少为自己想，上三道；用的不善，自私自利，专为自己想，不替别人想，三途。所以，通通都不善，啊，善跟不善，通通要放下，啊，才能出六道。自心清净心当中，什么也没有。你才能成佛成菩萨，啊，不能有丝毫东西存在，啊，这叫见实相。离虚妄差别之相，这叫无相。于虚妄差别诸相之中，有真实平等的本体，这叫无不相。无不相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